就一个人而已，你对，我们这是水下推进器，是，对，抓不住，抓不住，对，我们这个东西，我们产品的话，在台湾已经深耕了3到4年了。然后它这个的话，本身的话是我们可以在娱乐性质，然后或者是我们就可能玩水啊，我们去浮潜啊，或者是深潜的时候都可以配备的。对，方便我们带到海底啊，减少我们的钢瓶的氧气的耗量。对，辅助推进到达我们要的目的地去观察水域。对，这是我们的初阶款，在 Tiny。它本身的话是可以做变化，可以做一些浮板漂浮，对，然后也可以做一些小朋友的一些戏水方式。然后另外一台的话是我们的进阶款，可以装一个 GoPro， 可以装 GoPro。其实我们的上面都可以加装 GoPro， 然后它是 Nebo Plus， 它本身有3段变速，它本身的话水下可以到40米。那可以用多久呢？全速可以到60分钟，很久哎、欸，可以。那你氧气瓶都没有那么久，就是你用完氧气瓶回来之后都来得及。对。而且你第二季单独潜水是很好玩的，单独潜水玩水啊，或者是你只是单纯在水面上面玩水都可以，很方便。那求一下，一般用户怎么都找你们的产品呢？一般用户怎么找我们的话，就可以搜寻我们的 SUBLUE， 对，或者是到我们的官网上面 SHOWFUN JOFUN， 是我们中心的官网，然后可以上面看到我们代理的所有的产品，对，然后有我们的。台湾的经销商没有，那台是我们这次抽奖的礼物。对，它是中阶的，我们一共有3款。谢万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